是讲说为什么螳螂肚子里会有铁线虫啊？被感染了、啊。被感染了、啊。所以我看到那个螳螂，我都离得远远的，尤其是那个肚子很大的螳螂。它会很口渴啊。你看铁线虫缠着它，哎，跳水自杀。你说螳螂跳水自杀？对啊，它就想喝水啊，它跳到水里面的时候，铁线虫就跑从肚子钻出来，在水里面产卵。那我，不行。